坐吧，反正你也熟，坐啊。昨天那单子谈下来没有啊？对方说还在考虑，不过我觉得那意思还得再请吃几顿饭。基本没戏，现在拼的都是业务，谁还拼酒啊？你卖酒的？你要是觉得你实在是干不下去了，你说你还能干点什么呀？我只会这个。如果连这一行我都干不下去了，就回老家嫁人呗。你看你现在这点出息啊！当初你带着我的客户说走就走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到会有今天啊？活该你天天陪人喝酒，你活该！你看你现在这样，实在不行就回我这儿吧。文静姐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你觉得呢？文静姐，我知道我以前做过很多对不起你的事儿，其实我早就知道错了。我不指望你能让我重新回来上班，只要你心里不怪我，我就知足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把你招回来之后，就没完没了的每天折磨你啊？我没敢这么想。我还真这么想过，但我韩文静不是这样的人。行啦，过去的事我也不想提了。说白了，咱们工作室能有今天的成绩，也少不了你的一份功劳。回来以后，你得好好干，多挣点钱，把你那苦命的老妈早点接过来。我妈，我那天要找你拼命来着，你知道吗？我听见你在跟你妈打电话。哎呀，难得呀，你还有一份孝心，以后好好干，啊！文静姐，你是真的让我回来上班吗？对，现在的客户不比以前了，要求比以前高多了。你要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去做点培训，培训的费用呢，工作室帮你垫付了，不过特别苦啊，你受得了吗？受得了。哼，那就行，回去收摊吧。要是有些欠费啊什么的，你就告诉阿慧，我们帮你垫上了，回头逐月从你工资里扣，你看行吗？行，文静姐，你对我真是太好了。哼哼，反正都要招人嘛，新人不如旧人，咱俩也别煽情了。这有一份合同，你看一下，2年的，咱俩一码归一码呢。做好了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文静姐，你放心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干背叛你的事儿了。我生是工作室的人，死是工作室的鬼。打住啊！以后在我这不许什么死啊、鬼啊的，听见一次罚款500，记住没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早点回来工作啊。嗯，那我先走了。不送了，谢谢。我不怕不怕啦！他们下个月的报表什么时候送来？稍等，请进。中午请你吃饭。又请？对啊，感谢你帮我弟弟找到快递的工作，他现在干得挺好的。他还真去了？对啊，他能有个地方上班，我就放心了。那恭喜你，中午见。好。喂，你接着说。领带，嗯，衬衣，皮带呢？在你那儿呢吧？我这儿呢。鞋，行了，我这儿呢。你的都齐了。哎，其实我也挺害怕结婚的啊，你说到时候打扮成那样，累得跟狗似的。早晚得有一天，豁出去了。哎，你到时候配什么鞋呀？穿着高跟鞋站一天还不累死了？为这发愁呢，平底鞋不够霸气，高跟鞋我受不了，真行。走了，完了，走了，让你走你就走吧。对单子呢，快点。文静，
哎，这么巧啊！你好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好巧啊。这是我未婚夫刘岩，我们要结婚了。你不是说他有病吗？啊，我那个吃了你们给我开的那药啊，我好多了。知道你忙，所以结婚就不请你了。祝你们幸福。谢谢。谢谢啊。哎，你慢点啊。走吧，这么巧啊，在这儿都能遇上熟人。怎么样？刚才我配合的还行吧？哎，我就不明白，见到他你躲什么呀？这有我在这儿呢。行，你是不是说了不许打听对方隐私？哎，等，这太脏了。坐皱了我可不管啊。没事儿，咱们有熨烫机，坐皱了我给你熨。看不出来你还挺细心啊。我还有很多像大海一样的优点等着你去慢慢的发掘。你心情不好，你别逗我。刚才那是孩子的亲爹吧？对啊。欺负你了？怎么了？我给你报仇。怎么着？觉得我不行？哎，别看他那大个儿，我个儿矮，我告诉你，我腿比他腰还粗。我一会儿就我一会儿我撵上他，我告诉你。我到那儿，我看见他以后，哎，我就，哼，然后我就，呀，怎么样？就他，我这腿，我跟你说，就他，我砰一脚，我让他自己上医院给自己看病去，你信吗？就你能说，就一句话，你是不是？你说一个大夫大白天不上班给人看病，你说大街上瞎溜达什么呀？我觉得他才应该进精神病院呢，你说呢？你说我啊，我说怎么早没发现呀？啊，你这个上来犟劲儿啊，比谁都厉害。那我这是优点还是缺点呀？这个呀，这个反正要是在别人那儿我不好说，反正要是在我眼里，全都是优点。你是不是贱？你瞎呀？你才看出来呀？哈哈，我笑的有点假。来，替你靠一下。我不靠。来嘛来嘛，哎，这才对嘛，这就叫塞翁失驴，焉知非福啊。嗯，小北，恭喜你呀，买房子了。耻辱啊！我跟我爸我妈要钱的时候，我心里特别难。啃老族那必须是耻辱啊！你也太奇怪了，平时连个窗帘都不拉的人，因为一个落地窗就把它买了。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它，只是我可能特别想搬出去吧。你是不是觉得在那住着感觉跟樊冰就一直没离婚呢？在那儿住了那么久，有那么多的回忆，说搬走就搬走。人生啊，就是一场接着一场的告别。最近混豆瓣了，怎么了？怪不得。哎，你什么时候收房啊？还早呢，现在正在办贷款，手续特别复杂，你们听说过吗？还得要离异证明。哎呀，行了，不说这个了。今天的会议主题，选伴娘，你们俩什么意见？什么叫选伴娘啊？只能选一个啊？我的婚礼只要一个伴娘。什么叫你的婚礼只有一个伴娘？人家婚礼好几个伴娘。我结婚我说了算。那不行，你选了王源我不高兴，你选了我王源肯定不高兴。对的。韩冷静，你是不是心里早有人了？当然了。谁？叮叮叮叮。凭什么？你离过婚不能当伴娘，不吉利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我没结过婚。对呀。你没听说呀，当完伴娘好几年嫁不出去。真的？当然啦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也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穿婚纱了。周小北，你别挑拨离间啊。哎，你是没穿过婚纱，那也比穿过好几回的强。韩文静，我告诉你，要不然我们俩一块儿去，要不然我们俩谁也不去。你离过婚，你不符合条件，不怪我。我离过婚怎么了？那你新郎都是假的，你多一个伴娘怎么了？闭嘴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们俩都去吧，多热闹啊！
你们俩给我一刀得了。静姐，不开心呀？我走了十几家店，也没买到合适的鞋子，不是鞋跟太高，就是鞋跟太低，累死我了。有你的快递哦，好大一盒呢，也不知道是什么。我男朋友是不是特别有品味？嗯，就凭他看上你这一点，就知道这眼光不俗。把婚纱拿过来，快！嗯。来喽！哎呀，perfect，这简直绝了，太美了。文静姐，你要是穿上这一身儿，那得比白雪公主、灰姑娘都美。哦，太美了，我也想要一双，等结婚的时候穿。你是想嫁鞋呀，还是想嫁人呀？都行。羡不羡慕我呀？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啊。假老公真上心，也算不错了。刘言在这一点上还是挺让我感动的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差一个婚礼了。哎，对对对，你们要办什么婚礼啊？是中式的还是西式的？这有什么好想的呀？走个过场嘛，应付老人的，看他们喜欢什么样，他们喜欢什么样就办成什么样。不行，我们是有传统的家庭，要按传统办，规规矩矩的办，什么都不能省。爸，用什么形式结婚那么重要吗？人说了，得按他们老家的方式办。婚礼一定要按照我们老家的规矩办，还有，婚纱一定要穿，他们那一套简直太老朽了，这都什么时代了，简直封建，可笑。那婚礼本来不就是走个形式吗？你至于这么较劲吗？你在哪儿结婚就按哪儿的规矩办。行行行，你别老给我使眼色了，我跟你说啊。我和你爸呀，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好不容易就要嫁人了，你得听听我们的意见吧。婚纱都做了，做了也不行，就得按我说的办。要是不按我说的办，这个婚不结了。你就听听你爸的吧，你让那刘言呐回去跟他爸爸妈妈好好说说，天底下有什么不可以商量的事儿呢？也不能他们家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，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我和你妈呀，本来想让你们在教堂举办婚礼，可是考虑实际情况，已经让了一步。我的要求过分吗？没有吗？那形式不重要吗？形式有时候就是脸面，就是内容，形式不重要。那干嘛那么多人都举行婚礼？亏你还是留过洋的，这点道理都不懂。就是啊，这结婚是两家的事儿。凭什么他们家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呢？那人家也没说怎么着啊，那不跟您商量的吗？没得商量，你去告诉他们，这是原则问题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那日期都定了怎么办呀？反正咱们也不急着结婚，如果这件事情谈不拢，那就日期取消，往后推迟呗。真没想到，居然栽在这件事情上了。是啊，我爸说了。这是原则问题，就他那倔脾气，估计谁也劝不过来。我们家老头倔起来，那才叫日月无光呢。他说不按他的方式办，这婚就不结了。那你爸够狠的啊！我妈最多就说不行，把日子往后推推。不能推，刘言，再过一个月我肚子都大了，我婚纱都穿不了了。我不管，你把你妈妈搞定。要不然我换人了。你别换人啊！你那合同都签完了，那你说怎么办啊？我哪知道怎么办？咱们俩情况一样，我也愁死了。真行，是我们俩结婚，又不是他们俩结婚，他们着什么急啊？皇上不急，太监急。哎，那要实在不行，就只能各退一步了。
不，乖，退一步，退一步啊！不，乖，退一步。好吧。妈，咱们就退一步不行吗？你们想啊，我是嫁过去给人做媳妇儿的，这还没过门就弄得别别扭扭的，等我嫁过去以后日子怎么过？这公公婆婆还不天天给我脸色看啊？他敢！哎呀，你要觉得这也不行的话，这婚我是真没法结了。哎，我说老头子，我觉得咱闺女说的有道理。你说这一开始啊，就弄得这么不痛快，这心里肯定有个结。这结婚的形式怎么搞，和结婚的日子那么长久比呀，它毕竟是小事儿。总不能因为这件小事儿把他们俩给搅黄了吧？这不得不偿失吗？那么你说怎么搞？我觉得咱们一人退一步，谁也没吃亏，谁也没占便宜。是俗话说嘛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对吧？弄来弄去还是随了大溜，弄了个不中不阳不南不北不是东西，四不像。哎，你急什么，老头？你听我说呀，你。就是不同意是吧？不是不同意，是坚决不同意。啊，嗯，行，啊，那你们以后也别着急抱孙子。啊？什么？什么抱孙子？韩文静怀孕了，已经一个多月了啊。你不是说你们俩是刚和好的吗？是。我们俩早就和好。再说这没结婚就怀孕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，我怕跟你说了以后你说我不守规矩再打我。现在好了，不着急了。我明天一早上我就带着韩文静，我上医院，我打了我不要了。哎，这可使不得啊！哎哎，你说你也真是的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这么大的事还瞒着。是。真的，我要当爷爷了。什么真的呀？谁拿这事儿开玩笑啊，爸？你要不信，哎，明天我把医院化验单拿出来，我给你看看。这是哎，这刚怀孕的人一定要保持心情愉快，不能生气的啊，这样对孩子才好。两家都吵成这样，他好得了吗，妈？韩文静，就您那儿媳妇儿，现在那是产前忧郁症，那头发一把一把的往下掉。哎呀呀！我这。我说老刘啊，我看差不多行了，别再坚持了啊。现在什么最重要？孙子的健康放在第一位。哎，我说，不如就顺着文静的意思吧。啊，好，嗯，你们说怎么办，那就怎么办。对的。不过爸啊，文静的爸妈呀，现在还不知道文静儿，所以你们可得给我保住密。这个你放心，这女儿啊不比儿子，她不告诉也有她的道理。你放心，你妈的嘴严着呢。哎，还是我妈会来事儿。哎，你们俩坐着，我去跟文静说一声。哎，快去快去，哎，告诉她，什么都顺着她啊。哎，好嘞。哎。我这边已经搞定了，你那边怎么样？啊？我这边已经搞定了，你那边怎么样？啊？不许说搞定。那说什么呀？拿下。哟西，真的！保险，保险，我手套呢？手套，手套。
死了非得走这形式。从现在开始不许说死了、倒霉之类的不吉利的话，听到没有？哦。哎哎，快快，人已经上楼了。多少钱？才100块，不行，才100，太少了，太少了，就是，怎么着得9999啊？哎呀，哎呦喂，给红包，我这来不及了，开门！哎，你这不能矜持点吗？你就是啊，来不及了，小心小心。爸，请您批准。还挺正式的啊。接走了，你们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他的。爸，妈，我们走了。走了。你说。这姑娘要嫁人了，我这心里怎么也空荡荡的了？新郎新娘给父母敬茶。跪下，跪下有礼物。哎，慢点慢点啊，爸，请用茶。好好好。来，谢谢妈。妈，请用茶。哎。再来一杯，快点儿。爸，您再用茶。谢谢妈。再来一杯。没了。没了。酒精已经差不多了。啊，那个车在楼下等了，大家到楼下集合吧。哎，按老家习俗就得收黄金啊。嘿，在老家给的更多。那咱们下次去老家再拍一次。一次就累死了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这边。喂。谢谢。哎呀，我差点给忘了，这个文件应该昨天就应该到的，今天就应该签完字发回去，可是被快递给耽误了。哎，这样，你能不能找个人帮我送过来啊？谢谢。哦哦，好，哦，谢谢啊，那我等你啊。哎，我把地址发给你。哎。爸，我们俩来见见面。欢迎，你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！高不高兴吧？哎，高兴啊！高兴得干了啊！谢谢谢谢，早生贵子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哎，多喝点啊！哎，大连火锅，火锅，驴子。
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怎么觉得他们老盯着我肚子看呢？胡说八道，没这事儿。是我做贼心虚了。有点，有点，有点。来，这边进一下，这是我姑妈。姑妈，姑父，欢迎啊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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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来，我一个。哎，曾哥哥，曾哥哥，你怎么来了呀？我来给你姐送合同。哦，我姐在那边，我叫她去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那个，你就让她忙吧。啊，你帮我把这个合同转交给她，我呢就先走了。哎，别别别，曾哥哥，既然来都来了，就坐到活一杯噻。不用了，你让你姐。哎，走走走，喝一杯。不用了，哎，来活一点嘛，活一点，来来来，这来。来，曾哥哥，坐这儿，坐。来，你好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。不用介绍，我们见过，大明珠雷贯耳啊。上次我这手不太方便，这次正式认识一下吧。我叫郑远东。你好。来吧，咱们喝一个。吃好喝好啊。来了，哎哎哎，这周我得喝真的啊！真的来，真的真的，当然真的。来，哥几个谢了啊！来，谢了，新婚快乐啊！早生贵子啊！好，胖子、玲玲，你俩负责那边那两桌，我们负责那边那两桌，全部得喝的啊！必须，交给你俩了啊！哥，你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好，我们就先把大饭给你。哎，你来了。知道你着急，不然我今天也不过来了。幸亏有你啊，不然我把这事都给忘了。真的，你看我这脑子。啊，那我得先出去一趟，先坐一会儿啊。好，王爷。哎，配孩儿。哦，放心，你请，你忙你的。就是他喜欢我姐姐，不错吧？哎，钟哥哥，哎，帮我把杯子递给我一下，谢谢。哎，钟哥哥，我敬你一杯。钟哥哥，我主要是要谢谢你帮我找到工作，来喝一杯。别客气啊，一起吧。来，庞哥，一起，一起，一起，来。来，马上。来，嗯，不还喝呀？今儿高兴啊，来，再喝一杯。我春哥哥喝不下就算了，春哥哥，啊不不，春哥哥喝不下就别喝了，不。什么意思啊？养鱼啊？敬酒来啦！敬酒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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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舅，大舅，二舅，二舅，恭喜了恭喜了！谢谢你啊，工作当中对网友的照顾，不过差不多就得了。你们俩喝上了。王爷，啊，把酒帮我抵一下。我请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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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，我去。第二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王浩喽。好。怎么了？不行，哎，不行了，我得回去了。我们俩刚才喝的太急了。啊，你自己能走吗？我就是还行，要是再过会儿，我估计我真回不去了。哎，没喝完呢，这还。那我不能送你了，这人太多了。你忙你的吧，啊，我走了。你小心点，到家告诉我一声。一辈子有这一次就够了，累劈了我去。
哎，你刚才在外边还兴致勃勃的，这怎么回到家蔫儿了？我想回来数红包来着。那你为什么不数呢？我现在又想睡觉，又想数红包，好纠结呀、啊！哎。拿到被窝里边搂着睡，睡醒了再数啊。给，给我干嘛？还给你了。哎，干嘛？这个洞房花烛夜，你就忍心把我一个人扔到外边吗？那你要干嘛呀？总得干点什么吧。来吧。你轻点儿！哎呀，真好，韩文静都结婚了，真让人羡慕呢啊！哎，太晚了，我送你到楼下。你一个人走，我不放心。我用不着你送。啊？胖子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跟何春光说什么代表我？你什么意思呀？你是不是喜欢他呀？你疯了吧？你怀疑我喜欢何春光？我不管，我就感觉我吃醋了。你吃的哪门的醋啊？你不是挺喜欢他的吗？你还带他参加婚礼了。就算是我带他去参加婚礼，怎么了？啊，我还不能有个朋友啊？反正我就觉得里面有事儿。哎呦，你祖籍是山西的吧？你那么爱吃醋？对，我吃醋，我吃醋，我也是因为你。你聪明，你漂亮，你能干。我呢，何春光样样比我优秀点儿。那我要是你，我也喜欢他呀。我要是喜欢他，我干嘛大寒冷的跟你上床？那就是你还喜欢我？啊？你傻呀你！啊？打疼我了你？你傻？还打？你站住！我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不知道。我怎么又什么都给忘了？你还记得啊？昨天晚上你送我回来的。这我记得，然后呢？你说呢？你现在不怀疑我喜欢何春光了吧？我昨天说问过这个吗？别装了，酒后吐真言，说吧。你到底什么想法？我知道你不喜欢他，他喜欢你啊。你有完没完啊你？别说我跟何春光是同事，什么事都没有了。就算他喜欢我，那又怎么样？你还不允许别人喜欢我了？嗯，你们成天从早到晚在一块儿，我觉得挺不舒服。要么换个公司得了。你说什么？让我换公司，胖子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你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呢？以前那个胖子哪儿去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换男朋友也不会换公司的。王阳，你别这么认真行吗？我真是没想到啊，你胖子竟然是这样一个人，你怎么是一个没事找事儿的人呢？你赶紧穿衣服走人。不是你别不讲理啊！我不讲理，是我不讲理吗？你有没有点良心啊？你滚！咱俩冷静点行吗，王源？有什么可冷静的？给你两分钟时间，穿衣服走人。
上班真够敬业的，你家里太闷了。现在听这什么音乐啊，够古老的。这你就不懂了，胎教。你听这歌当胎教啊？我小时候就没听过这首歌，所以我现在酒量特差，我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了。有病，你才有病。哎，你说王源找咱俩干嘛呀？我刚让他去酒吧，他死活不去。谁知道啊，抽风呗。脚步声好沉重哦！你怎么啦？怎么脸色这么差？哎，昨天晚上又和胖子先生吵起来了。啊，真行，还有力气吵架，肯定是喝多了。不是为什么呀？他从看见何春光开始就在那儿瞎吃醋，他把人给灌醉了，还说人家喜欢我。真的不是。不是你们俩这什么态度啊？何春光本来就喜欢你，对，你们怎么跟胖子一个思想啊？要不然呢？他干嘛对你那么好啊？吃多了？我们两个是朋友，男女之间就没有纯粹的友谊吗？有，我跟胖子就是，但你跟何春光肯定不是。我就不相信这世上有纯洁的男女之间的友情。那是因为你男朋友太多了，韩文静小姐，我砸死你！哎，王源，你是不是太迟钝了？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男人的直觉挺准的。要是胖子觉得他喜欢你，那估计没错。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哪天把他带到酒吧来，我们帮你观察观察。还用观察吗？直接问不就得了？你以为世界是直来直去的，跟棍儿一样？我没问题啊，王源，你敢不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呀？行，我哪天就把他带到酒吧去，让你们看个明白。哦，对了，不行，不能约去酒吧，要不然胖子又该吃醋了。就是因为他要吃醋，我才要带到酒吧去呢，省得回头说我心虚。那要咱们说的是对的呢？你们就不可能说的对。那万一呢？我任凭你们处置。我们俩没什么好处置的。要是说对了，按照胖子的想法，他要是喜欢你，那你是不是应该跟他保持距离了？就这么定了。这是第几稿啊？第二稿。你贷款办了吗？办完了。哪儿办的啊？平安银行，你专心点儿。好，我去个洗手间，在我出来之前，你必须看完啊。必须看完。嗯。你电话，我拿给你啊。谁啊？不知道，一座机。你帮我接一下吧。哦，你好，请问周女士在吗？嗯，她忙着呢，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一下。是这样，我们店里的婚纱已经做好，想约她到店里试一下。喂，喂，谁啊？保险公司。小北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一个急事儿，我先出去一趟啊。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来。你就这么从小北家出来了？我也知道这么做不对。哎呦，但是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就……哎，哎，我干脆给刘岩打个电话吧，一会儿过来商量一下。三个臭皮匠凑一个诸葛亮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婚纱店的，请问您哪天有时间来试一下衣服？嗯，不着急，过两天吧，要不然。下午接电话的是您的先生吗？那恭喜你了，到时候有时间一起来呀。啊。
你当初也不跟我说一声，这回丽丽看见又该多心了。有这样的人吗？我送她婚事还老是埋怨，你是白眼狼？哎，小北，我觉得你这会儿就应该趁热打铁把这事儿给说开了。你不是心里想结婚吗？这有什么呀？是吧，文静？就是，你看他怎么表态。他要是顺水推舟，那你就结了；他要是支支吾吾呢，你就把他踹了；实在不行，你就把他办了。